OK， 应该看得到了。调整一下，今天依然是用手机录影。今天小玩一下，是社团卖的炫彩变色龙汤匙，这应该看得到。连那个购买的链接跟网址我会放在底下。今天钓这个地方障碍很多，不太好丢，中了。漂亮的七幺，社团贩售的炫彩变色龙汤匙，应该看得到吧？有点模糊哦，灯光不佳，拍张照。OK。今天用手机录影，装备还没升级，明年再升，到时候还要再买一台电脑，不错，拜拜。今天钓的这个地方障碍很多，有点小感冒。这边我应该还没有拍过影片，不过这边环境不错。放枪。多久没有来玩？来玩一下。这边很吃抛投的技巧，因为这边的障碍物很多。不过就是要找这种地方，才不会有人，比较少人来钓。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还是有人进，但是来的人说真的是不多。钓吗？都没有钓到，中了，钓了，又是一只大须啊！哎，可惜。这边的话也有开了一个袋，地点的话我就不公布了，因为这也是私密的地点。有几个朋友知道了，但是我没有特别去公布了，因为这自己知道就好了，因为毕竟这边还算蛮隐秘的。没中。
这边练习抛投不错，真的就纯粹是练习抛投。这边的障碍物真的太多了，重鱼也是找这种地方会比较好，可是我这边主要是拿来当练习场。我到时候去别的地方的话，遇到这种重鱼，极力一只。不错不错，这边练习抛投，到时候去别的场子丢的时候，遇到类似像这种比较难丢的，你会比较有办法去做抛投。像你能抛，你抛得到别人抛不到的地方，比别人中鱼的几率就更高，钓到鱼的几率就更大，因为别人丢不到嘛，但你丢得到，所以你丢得到的位置，别人丢不到，就代表你可以钓得到那边，但别人钓不到，所以抛投的练习也是很重要。哎，像今天用的这种汤匙啊，看个人喜好，你可以去把钩子改成双钩，就是两个单钩，两个单钩用在一起，把它用成交叉的方式。哦，终于，有一只，把它改成用双钩的方式，这可以增加中鱼的几率。像我这个是比较偷懒一点，我直接再加一个单钩上去而已，它会变成双钩，大小尽量还是一样啦。像我是比较偷懒，我就直接加一个小上去而已，只要不影响它的泳姿都 OK。 哦，终于，哦，抓到肚子了。好，回来，我继续。刚聊到那个钩子嘛，你钩子也可以以个人的喜好，你可以把它改成有点像毛钩。对，就是后面的钩子，你可以把它加的有毛钩的钩子，然后再装上汤匙上面。效果的话因人而异啊，因为那个主要的效果也是要吸
吸引鱼的注意。所以那看个人喜好，像我个人的话都是还好。今天的主要目标鱼就是吉利啊，吉利跟翘嘴，大概这两个。当然啦，海雷跟呆也算是目标鱼啦，但是最近变天，变比较冷，应该是比较难钓到，没什么机会。运气运气，那这边抛投就真的要多练习，尤其是玩像汤匙这种，它算是硬饵类的，它的抛投像这种障碍多的，其实真的要稍微练一下，也不是那么说抛就抛得到，也是不太好抛。要稍微练一下。雀巢贝壳变色龙汤匙，我记得是这个汤匙的全名。需要，这是七幺一枚。你看，它这次是双钩都钩到了。哇，我放它回家。漂亮，这边咬度还不错。我现在用的是红色款，我换另外一款颜色。虽然红色款这边真的是不错用啊，但我想要换个颜色。看一下哦。换成这种颜色，带点绿色的，应该拍得清楚了。我们继续。如果这效果不佳的话，我们就依然把它换成回红色的，因为我只是想换个颜色玩。哎，没咬到。今天钓竿的话是使用直柄的，钓竿就不做。终于，漂亮，又是一只吉利。今天使用的是直柄啊，
牌子的话就不多做介绍，因为这只年代久远，这只快十年了吧。卷烟器也就普通的卷烟器，到时候还会再升级。今天的咬度很咬哦，左钩的几率不高而已，重点。去啊，漂亮，应该是拍得到了。很咬哦，今天真的算蛮咬的。然后今天选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因为现在外面风很大，可是你看我们选到这种地方，有树遮住的地方，平平的，风平浪静，完全没有风。可是现在外面风是刮超级大，放枪，外面的风是现在是刮超大的，但你看这边平平的，没什么风。我比较喜欢钓这种这种环境。然后现在加上冬天入秋嘛，比较冷，你现在这样有树包围，这边没有风，所以吹起来就不会那么冷。如果像钓水库啊或者其他野塘啊，风大的时候就会比较冷，而且比较难抛也比较难丢。像这种的话就是纯粹的是抛投的技巧，你只要 OK 的话不难钓啊，而且环境又好。然后记得要注意防蚊啊，防蚊要注意啊，因为像这种地方蚊子还是特别多、啊、不好抛啊！像我现在这样抛都是普通的侧抛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用耳的离心力稍微旋转一下，这样才能抛出去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反而比较好啊，比较好抛头。可是这个技巧要熟练一些，因为毕竟它不是那么好抛。多加练习都很 OK。差不多换点，不怎么摇。先小钓一下，等下中午要回家吃饭。
一样。要录几分钟啊？21分钟，有点久。接下来继续往前走。可以看到这边的脚程其实算好走。东西太多了。这边都有一个平台可以走，不错。用手机录画质没有很好，请尽量啊。看，像这边都有人踩过。再架设一下，还有渔网啊，不知道谁放。重新架设一下。失焦了。OK， 我们现在等下丢的地方一样，就是那边，往那边丢就对了。小只的，别动别动，放你回家。这种夯实的操法很简单，你可以跳移，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平拖，平拖即可，速度就是以它有泳姿为主就可以了。它也算是全泳层的饵，所以泳层你可以自己去抓，可以自己去控制一下。
换回红色好。哦，哦，去掉去掉。哇，八只的，漂亮。哦，换回家，换回家，不要动。一枚，哦，这只曲腰有被咬过，哦，身上都是伤啊。大只的哦，应该还会再咬。我们放回黄色汤匙。是呆哦，因为刚刚泡泡蛮多的。我没有，是踩雷的。我咬到这么深，然后当时感到。就是去掉一枚，哦，还有看到小呆哦，有机会钓到哦。去腰，越钓越大了，漂亮。
下找大需要。干，台雷没有钓到，可惜啊。他有追，只有两三次，给他再试试看，应该还有机会。好险，我救回来。影片我把它分成两集，好吧。